各位大家好，这次完成了一只螳螂，我们近一点拍好了。它的翅膀是有点绿的，然后身体是比较深咖啡。那我们来把镜头拉远，拉远之后，它的侧面会更像一只螳螂。我们再慢慢给它拉近，就是长这样子。白远一点，人家以为是真的啦。刚才有个年轻人问我说：“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我跟他讲是假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